主料青椒150克辣椒150克辅料盐味精香油酱油大蒜准备时间10分钟内制作时间10分钟内取青椒和辣椒各150克洗净用手撕即可把双椒用手撕成适当大小大蒜切成末把双椒放入盘中依次放入食盐酱油味精香油蒜末适量搅拌均匀即可烹饪技巧撕完辣椒的手不要揉眼睛用水清洗然后倒一点食醋一搓就好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